Hello, Yuku 跟 YouTube， 又是我 Edward， 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分享2016到2017的 Panini Donruss 的篮球卡。它基本上每一盒会有24包，每包12张卡片，然后每一盒又至少会有一张签名卡跟一张纪念卡。然后它这个卡的在台湾的售价是差不多2500-2600左右，然后在大陆的售价差不多5-600块人民币。在美国网络查了一下，差不多是70块美金这样子。然后它的卡基本上比较，我网络查了之后，它是比较也有跟之前那个 Prism 一样，也有 One of One 的黑色的 Parallel 卡片。然后它的卡基本上是200张，然后里面有150张的，就是一些在自己的球员，还有50张的这个 Rookie 卡。然后他比较厉害的这个卡片就是他所谓的就是签名卡啊，就是他的一些 relic 卡这样子。那简单跟大家讲，那现在就直接先来拆一盒，看一下这个今年的这个 Donruss 的评价怎么样。那基本上他就是属于比较低价位的卡片，跟那个 Panini 的这个 Hoops 一样，就是他之前就是都是只是基本上列印是单面的。然后他的这个签名的特卡比较多，然后每一盒会有24张的这些特卡这样子。这样跟简单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大概打开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跟这个 Hoops 很相像这样子。然后今年的这个 cover 是 Anthony Davis， 就今年很爆炸性的表现。然后这一样就是看这个背面就知道，就是这个知道是它的 Donruss 这个特色。那今天它的卡片是这样子，第一张 CJ McCollum、Andrew Wiggins、Eric Bledsoe， 还有这样是 Mickey Beasley 的这个算是这个补库卡，这是新人。再 Larry Nance Jr.， 他今年的卡做的还蛮有特色的 ，Avery Bradley， 对 ，Deron Williams， 这第一张的算是特卡吧。是 Eric Bledsoe 的 Court Kings， 他这个表面比较不一样，他的普卡都做得挺好，就直接抽到豪哥这样子。接下来这个就是说对一般的那个就是比较 budget 限制的这个收藏家挺好的，因为不像一盒就要好像之前的 Prism 在台湾跟国外都卖得非常贵，可能。那如果是比较不想花太多钱的话，这个是挺好的选择，他卡也做的都挺好的。再来是 Andre Drummond、Andrew Robertson、Russell Westbrook、Damian Jones、Kevin Love、Mike Conley， 这可能是一个特卡，是这么多抽到他。Darren Prince， 这是一个新人的球衣卡。新人的球衣 ，Darren Prince 的球衣啊 ，Miles Turner，Rudy Gobert， 还有 Matthew Dellavedova。所以这个1/2的好运已经用掉了。就又抽到一个就是不咋地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球衣卡，然后接下来应该还会有至少还会有一张这个签名卡，希望是稍微好一点。Marcus Aldridge， James Harden， DeRozan， Buddy Hill， 这个是 Rookie 卡，他这个 Rookie 卡就这么标示。说到 Rookie 卡就来了状元 Ben Simmons。希望他快点复出。Paul Millsap、Carmelo Anthony， 这个特卡是今年这个特别的，这个 Tony Parker 的特卡 ，Anthony Davis，
接下来呢，看一下，一样是 Russell Westbrook Quartet， 然后这也是 Kevin Durant。Mike Conley， Mike Conley 是 Batman， 一样，这个是特卡，就是 Rookie Kings。Thaddeus Young， 表弟，啊 ，Dwayne Wade， 这支卡也做的不错，就是有一些转队的球员，他们也是一样把他新的球衣，就是至少有尝试着把他新的队，让他们穿着新的队的这个球衣。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转队，比如说 Durant 啊、Wade 啊，他们都有做到。可是估计也是大部分都是上个球季的，就是球季末准备的。这是 Quartet， 这一样是 Durant， 阿尼姆他受伤，希望可以快点归队。这最近的球员都是受伤，这个尤其是金块队，不只是。他受伤，还有那个 Will Barton 也受伤。这个是一个特卡，是那个这个什么，活塞队的新人是 out of 49张。再是 Al Horford、Lou Williams、Jordan McKee、Hollis Jefferson。这个猜是挺好的，可是就是当然这个不可能不会有像这个叫什么那个 Prism 这么感觉这种价值会那么高，可是这种猜也是挺有意思的。Jordan Clarkson、Victor Oladipo， 你看这个就是因为他上个球季还在那个魔术队，可是他接着球季已经换到那个雷霆队，可是他的球衣还没有换，就是比较几个比较大的就是重大的那个才会去。特别去跟给最近吧，还有 Kyrie Irving， 这个 Harrison Barnes， Chandler Parsons， 啊，这个是一个 All Star 卡 ，Andre Drummond 的 All Star 卡 ，Evan Fournier，Blake Griffin， 还有 George Hill， 他也是换到爵士队，可是还是穿着六马队的这个球衣。今年这个怎么说？季后赛感觉又会是去年的这个重新上演。他们感觉莫名其妙，这个金州勇士队跟那个骑士队又变成了那个对头。KAT Alex Len， 这个是一个新人，这是第五顺位的 Bender， 这个是华盛顿巫师队的新人。好 ，Norris Noel、Jacob Noah、Tristan Thompson， yes， 来一个 Court Kings 的 Andrew Wiggins 的特卡，这个特别的这个质量都不大一样。Kyle Korver、CJ Miles、Ronnie Hood， 可能要拆快一点。普卡就是除非是比较特别的，不然就先不讲，不然这个24包的。每包有挺多张的，可能要录比较久。Bradley Beal， 这个 Rookie， Chris Dunn， Will Barton， 这个是什么？这个骗人，一个骗人卡。啊，这边来了一个 LeBron James 的 Press Proof， The Champion This Year。这个算特卡，接下来是伊巴卡跟 Chris Paul， 然后接下来是 Brandon Knight、Tony Parker、Clint Capella。Jordan， AJ Hampson， 还有 Chris McCallum， 还有 Trey Evans， 接下来是一个特卡，是签名卡的 Bill Russell， 哇，这个不错 ，Dominator， 这个只有10张。
这有十张。不好意思，我的女儿比较吵。那接下来是 Julius Randle， 还有 Marcus Smart 跟 Brook Lopez。不错，这个签名卡是一个传奇人物。再来呢是 Manu Ginobili， 看已经拆了这么多，还剩挺多的卡片，所以这个对业余的拆的这个喜欢收集一下，这个是挺好的选择。再来是一个这个天冲卡，再来是 Jimmy Butler、John Rondo， 还有 Jeff Teagues， 这应该算是他们的比较不一样的，就这个红色跟这个。所以这个 Donruss 不是太了解，是觉得挺好的，这跟 Hoops 蛮接近的。这是 Kevin Garnett， 今年最后已经退休了。还有是 Ram Baker、Isaiah Cousins、Marcus Page， 还有 Derrick Rose、Isaiah Thomas， 还有这个是应该算是特卡。是 Ricky Rubio 的特卡 Dimes， 嗯、，That is young， 大概拆了一半，已经两张卡都出来，一个是 Bill Russell 的这个 Dominator 的这个只有十张的这个签名卡，然后大概是我抽的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签名卡，接下来是 Reggie Jackson， 还有 Kelly Dubray。Stephen Thompson, Trick Ellis， 还有这个是 LeBron James， Yes， Bimbo， 还有这个 Hakeem Olajuwon 的特卡，再来是 Alex Brooks， Chris Middleton， Julius Randle， OK， 那你不要讲话。再来是 Iggy Andre Iguodala Clay Thompson， 马刺队的新人，还有这个 Valentine JJ Redick Manimal Fareed Kemba Walker， 还有这个 Rookie Henry Ellison。接下来是一些普卡 ，Marcus Smart， Kent Blazeborn， Patrick Beverly， 还有这个是 Joe， 他这个卡都是上下的，这个他是 Dirk Nowitzki， Stanley Johnson， Caspi， 还有这个 Stephen Curry 的这个。MVP 卡，也不是，这个是他的前年的这个叫什么？他的那个总冠军卡。这是 Tristan Thompson， 这应该是，对，这个是特卡，就是只有199张。这是 DeMarcus Cousins， Dwayne Wade， 剩下差不多十包左右。那你看，拆这么久，已经快拆14分钟了，还没拆完。对，所以这个拆卡是挺有 feel 的，那个很适合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子 ，Animal KT Alex Len， 再是 Brander， 就希望能抽到那个 Jalen Brown Norris Norrell， 好，再来一个特卡，这个是 Daniel Hamilton 的这个 Press Proof， 这只有299张，再是 Mario， 可能再是 Miles Turner， Rudy Gobert。就有些人拆卡是只喜欢就是什么特卡啊，我是等于是两个都喜欢嘛，就是普卡也收集，那个特卡也觉得也不错的，也可以收集一下这样子。Willie Constein, Bobby Portis, LeBron James 的 Elite Series， 这个没有限量，可是应该算是特卡。
Ken Blazemore, Monta Ellis, and Gordon Haywood. Hayward. Next is John Wall, Draymond Green, Jamal Murray, this is pretty good. Aaron Gordon, Jamal Crawford, Moutier, and John Stockton, Hawkins, Chidi Berea, Zach Randolph, Zeebo, 那个很遗憾，他那个母亲好像前两天刚走了。Nikola Jokic， 剩六七包，真的是不错。Manu Ginobili， Sam Decker， 这个是骑士队的新人，这个个子挺矮的，可是表现也挺好的。Tristan Thompson， 接下来是 Chris Bosh， Drew Holiday， 还有再来是 John Wall 的 All Star 卡。在 Matthew Dellavedova, Lou Williams, 还有 Jordan McKee， 还是那包，看有没有什么厉害的黑卡或什么的，可不错，抽到一个 Bill Russell 传奇人物的签名卡。Stephen Curry， 耶、yeah ，啊 ，Damian Leonard， Zach Levine， and then 这个是，这不是。Yes， 这个就是 Brandon Ingram， Rookie 卡，哎，不错，前两位都抽到了。再是 Whiteside， 再是最近爆炸的 Joel Embiid， 还有 Richard Jefferson， 再是 Justice Winslow 的特卡两卡 ，Harrison， Jabari Parker， 还有 D'Angelo Russell。好，再来一个 Jaylen Brown。或是 Porzingis， 那就不错了，就是去年跟今年的这个几个新秀都抽到了。Devin Booker， 这个不错。Kawhi Leonard， 哎呀，我以为是那个，是这个 Ben Bento， 这是一号的 Celtics。接下来是也差一点，是也是塞提克的 Celt 也的那个新人 Andrew Bogut， Mark Gasol。在这个 Rookie King 是 Terrence Prince， 这是刚才的球衣卡。这个怎么说呢？新人就是这个家伙可能表现一般般。再是 Al Horford、Wesley Matthews 还有 Dwight Howard。Dwight Howard 回去他的家乡或老鹰队，很像就是换了一个人了。感觉之前在魔术队打的还 OK， 可是去湖人啊，在火箭队啊，就是因为什么小受伤就没有什么表现，感觉他到回去他家乡亚特兰大老鹰队就开始认真一点，那挺好的。Reggie Jackson， 或者是 Rudy Gay， LeBron James， Bembo， 这个很会唬人，这种卡厚厚的，让你期待很多。其实是，哎，不错，这个 Al Horford 的这个特卡，没有数字，可是是。比较不一样的材质，叫 Optic。这是 Hollis Jefferson 跟 CJ Miles， 还剩三包。不错，这个还行。接下来是 Kelly Oubre Jr.， 然后 Andre Iguodala、Clay Thompson。跟 Beverly， 还有 Valentine，JJ Redick，Kenneth Reed， 还有 Court Kings 的 Kimball Walker， 接下来是 Ronnie Hood， 所以他每一包都基本上有张特卡，所以24张特卡，所以每一包都有点小惊喜。可是他可能因为怕怎么说，有些人可能拆散包的卖，然后选的比较厚的，他就会出现那个就是这些厚卡，让人家就是误导大家，觉得这张特别厚，就抽到这张。在 Rookie Rubio， 来了，这个 Jaylen Brown， 所以前三顺位的 Rookie 都抽到了，不错。
再来是 Gary Payton Jr. Second， 再来是 Kimball Walker， Jaleel Okafor， 哎 ，Corzingis 都不错，去年跟今年的前几顺位的新人都大基本上抽到。再来是 Rudy Gobert 的限量卡 Press Proof 299张，再来是 Jeff Teagues、Burks 跟 Chris Middleton。好，最后一包，第24包，看一下有什么惊喜。对，最后一包，你要说 good luck。good luck。对 ，Kyle Lowry， 然后 Marc Morris， 对 ，Patrick McGall， 跟 Lubeck， 还有这个 Wilson Chandler， 这个他表现最近打得很好，还有 Jeremy Lamb， 跟这个 Greek Freak， 还有这张是 Draymond Green 的特卡 ，Crashers。再来是 Paul George 跟 Jimmy Butler， 还有最后的 Jeff Green。所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就是这边比较厉害的卡，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球衣卡，还有这张这个 Bill Russell。以上，谢谢大家收看，也祝大家如果有买 Don Ross 的朋友，就是祝大家好运。先这样，拜拜。好，妹妹。